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去谈，我不想让我的后半生留下遗憾，我想告诉你我人生中唯一的爱，请给我多点时间，我要对你表白。你说生活像我烧的菜有幸福感，你说我总把一切苦难一人承担，你说我面对所有困难那样勇敢，我说人生短暂，有我陪你去看。翻越最高的山，别问我敢不敢，这些年走过来，别问我难不难，你牵着我的手一起的下一站，我只想对你说有你心伤了，哎呀，伤了伤了。男孩，六斤八两，五子平安。呀，我太好了，我当爸了，我当奶奶了，我当姥姥了。哎，快给姑奶松劲儿，快点，给姑奶松劲儿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们要接水。啊，去去去，哎呀。哎，朵朵，朵朵，朵朵，哎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妈，我生的儿子。那不准。哎呦，我媳妇呢？这不是你媳妇吗？这是我妹妹。对，我是她妹妹。里面还有一个呢。生了，生了什么？哎呦，生了个大胖小子！真的？哎呦，妈妈呀，真生了个小子？那能假？哎，你们俩还傻愣着看什么？赶紧的，给街坊邻居发糖，还有那红鸡蛋，我都备好了，赶紧的。行行行，得了得了得了。你看见了吧？啊！哎呦，真是的，老李家又添了个小子。慢点。嗯。慢点喝，慢点。嗯。妈。嗯。还有汤吗？嗯。鲫鱼汤没有了。那有没有别的吃的？给我再拿点。还是啊。哎呀，您不知道，我这生完儿子肚子都瘪了，现在饿着呢，快给我找点什么吃的，什么都行。那就有桃酥了。哎呀，别给我了。哎呦，慢点儿。我说，你说你呀、啊，啊，朵朵没生，你倒先生了。你说在家吧，吃着喝着你争，一个生孩子这事儿你也争。哎，你们都向着儿媳妇。谁向着了？妈，你可别忘了啊。生的是个儿子，对，你们不当不道喜，反而又数落我。妈没那意思，你看你呀、啊，先生了吧，把你嫂子床位占了，现在你嫂子在楼道躺着呢，我觉得有点不合适。怎么不合适？那谁让他不先生的？啊，这么怨我吗？对，嗯，不怨你，啊，嗯，哎呀，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？来的那么早，最后弄个在楼道加床生孩子。哎呀妈，那不是人大雅先生的吗？咱们得让他先住吗？妈，我问护士长了，说明天就有一个出院的，咱就有床位了。对啊，我跟朵朵今天好像也生不了了。嗯，要不您先回去歇着，明儿再来。对对对，你先回吧。好吧，明天我送早饭过来吧。哎，你妹刚生完孩子，还正忙活她呢，也没时间管你们。行，
啊，妈，你先回吧，不用担心，我这今天肯定生不了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现在真的就一点感觉没有吗？哎呀，这是我说了也不算呀。您快回吧，啊，回吧。好吧。嗯。那我走了啊。行。啊。那我走了啊。哎。慢慢走啊。好，有事给我打电话啊。啊。行。来，吃饭吧。我不是，哎呀，我没胃口。哎呀，吃点吧。不吃不吃不吃。你不吃我吃了啊，我饿了。哎，对，你没少折腾，快吃吧。啊，多吃点。多吃。哎呀。姑奶奶，这手心手背可都是肉啊。你说的对，嗯，说的对。那可是这朵朵还没生，你怎么敢回来呀？哎呦，我这一天伺候大牙呀，跑前跑后的，我都跟散了架似的。那身边没人也不行，谁陪着他呢？大宝陪着朵朵啊，小雅陪着大牙啊。我回来歇一会儿呢，一会儿就给他们送晚饭去了。行行啊，那你就歇会儿吧。那腰怎么样啊？好点了，行了，不用我给揉揉。甭介甭介，你够累的了，赶紧的，赶紧歇会儿吧。行嘞，那我歇会儿，待会儿送饭去啊。别忘了啊。嗯，忘不了。别睡过了。嗯。哎呀，没成想这大牙倒先生了。你说这都过了这么长时间预产期了，他怎么又没动静了呀？反正咱已经住在医院里了。早一天晚一天的无所谓，你说呢？哎呀，我听其他那些产妇啊，尤其是大雅，哎呦，叫的那撕心裂肺的。我本来不害怕，这一听他们那么一喊，我都有点害怕了。你要害怕，咱不行就不顺产了，咱就剖，啊？不行不行不行，那剖了那不有伤口吗？恢复起来得多长时间呀？再说还留疤。哎呀，留疤就留疤吧，咱这长得这么漂亮，那个没个疤，咱心里也不平衡。这怎么坐下了？哎呀，不行，我太累了。这没走多远呀，再溜达溜达。哎呀，肚子太沉了，我歇一会儿。那行，歇一会儿之后再溜达溜达啊。嗯。你想吃什么水果？一会儿我给你买。我看人吃香蕉了，我也想吃。哦。那行，一会儿我去给你买几根香蕉啊。嗯。哎呀。受苦了，可惜是个女孩。
母女平安就好了。咱闺女啊，就是小了点儿，四斤二两的。才四斤二两？呀，咋那么小啊？是，大夫说咱有点先天不足。没事，不有咱俩的吗？咱俩后天给他补。我还不相信不把我姑娘给吃的白白胖胖的。哎，大宝，我有点饿了。鱼汤啊！啊，我血都喝了。那有没有别的了？饼干、面包。行行行。好像我姐也吃了。怎么都吃了？在医院待了一天，我二哥、三哥也跟着吃了。那给孕妇买的，你们三个吃什么呢？哎呀，谁吃不一样啊？你等着，你等着，我出去给你买去啊！你坚持一会儿。哎，没事。我给你买点热乎的啊。不用着急。快点，走！哎呀，小宝贝！大爷，油饼油条给我来两个。哎呦，来这么早啊？那油饼油条啊还没好呢。啊，我媳妇刚生孩子，饿得不行了。那有什么呀？那有包子，来一屉吧。行，来一屉。哎，好嘞。稀的有什么呀？啊，稀的呀。除了豆汁儿，没有别的。那行，给我来碗豆汁儿。好嘞。好嘞。大爷，哎，多少钱？啊，喝点豆汁儿，这稀的热乎的啊。哎呀。啊。喝点，喝点，喝点，来！什么味儿这是？你这豆汁儿味儿，都这味儿。来，来，再喝一勺。你这早上也没有别的呀，这热乎的只有豆汁儿了。来，再喝一勺。哎，来来来，稀的溜的，来，再喝一勺。姥姥喂你喝奶呀！哎呦，又呛了，呛了，呛了！哎呦，我们笑了。哎呀，甭管男孩女孩啊，都是老李家的后啊。哎，一儿一女，您家儿女双全，多好啊！啊，挺好。不过这儿子他不姓李。哎呀，来喽，排骨炖黄豆。快来，朵朵，趁热。再喝点啊！妈，我来先不喝了吧，我刚喝完。刚喝过瘾，喝一点，这下奶为了我孙女。那行，那您先放着，我一会儿再喝。哎，这有钱的孙女多好看呢！哟，怎么有吃么呼了？哪儿呢？有吗？这儿呢。又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我吃奶粉吃的火大，上火了。行啊，别急，奶奶，你想想这，哎，要不给他擦擦吧？也行，一会儿擦擦，洗洗脸，小眉毛。嗯，他姥爷怎么没来呀？这两天他出差了。啊啊！看，多可爱呀，可爱，擦擦，长得不错，眼睫毛，擦擦，嗯，行。大牙，儿子，给我看看儿子，来，儿子，哎，你还知道回来呀？大牙，你看，遇着台风了，这船都进不了港。谁答应我的啊？这预产期之前必须得回来的。这真是我，这我错了，我给你赔不是啊。看看这衣服，这玩具全都进口的，我给儿子买的。这心里只有儿子，你都没有我。哪能呢？你看这个，咋样？
算你还有良心。人家国外管这叫 surprise， 知道吧？哎，这家里怎么就你们娘俩呢？他们呢？都在张朵朵那儿呢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坐。哎呀，怎么了，宝贝儿？想爸爸了，想爸爸了是吧？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来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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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！爸爸一抱，你看就好了。哎，你起名了吗？起了。那张朵朵的闺女叫李夏。嗯。咱们儿子叫李胜。不是，那我儿子怎么能姓李呢？哎呦！姓毛，名李胜。那礼尚往来不还是句成语吗？嗯。哎，咱们啊也得比他们高一截。对，人家李夏，咱们就李尚，是不是？李尚，这小名啊就叫毛毛雨。毛毛雨听着还行，这毛李尚也不像中国人名啊，是不是儿子啊？要爸爸给你起一个吧，行不行？我给儿子起一个。那叫什么呀？咱儿子呀，以后得好好学习，啊，求知是勤思考，就叫毛里求思。牛仔裤贱卖了啊！牛仔裤贱卖啊！哎，把这转腰乎，走过路过看一下嘞。我奇了怪了啊，哥，这两天一件没卖出去。我原来在你这儿卖的时候卖挺好，现在卖不动了。我不跟你说了吗？你卖不出去。你怎么那么确定呢？你那风水不好。风水不好？对啊，你摊位多少号？14啊。要死！这摊位一直空着，都没人租，就你租，嘚瑟。卖不出去吧？卖不出去吧？去。来看看了，看看了，最新款的牛仔裤，最新款的牛仔裤了啊！来吧，媳妇儿，来喝汤，好，刚熬的，还热呢，催呢。你不喝吗？你喝点，这催奶呢，啊！你催的，奶没催下来，你看没有人都催成个球了。你看看现在我胖了，你看这腰，你看这腿，你看看这胳膊，我还怎么回到舞台上去啊？我还怎么跳女主角啊？我看看，这腰粗吗？哎呀，这腰挺细啊。你得喝点汤，你不喝汤你就没有奶，你没有奶孩子就没得吃。你看孩子这几天这小脸都瘦了。你瞧瞧，那什么呀？那不是有奶粉吗？奶粉能跟母乳比吗？我这不是没奶吗？是啊，所以你得喝汤啊，才能催奶啊。雷大宝，你们都拿我当什么了呀？我是不是就是一生孩子的机器，喂奶的牛？别，你别生气，你有奶没奶不重要，你一生气咱就彻底没奶了。奶。对呀，有奶才是娘啊！你是他娘，你不给奶喝行吗？那我是不是没奶我就一文不值了？是不是？我现在怎么这么后悔？我当初要是不生这个孩子，我哪会受这份罪？你看看我胖的，我还怎么回到舞台上去？我怎么跳舞？上哪儿能看出我是一女主角来？那你要不喝汤，那就只有一个办法能催奶。什么玩意儿啊！你快说。老人们说呀，那得作。作？嗯。怎么作呀？怎么作？你不明白吗？你滚！讨厌啊你！那你看，那就两个选择，你要么你就喝汤，要么就作。哎，你没有奶，孩子就没得喝了。你给把汤给我端过来。有的是办法对付我，我都知道。
再给你盛点啊。哎呀，你别盛了，别盛了，别盛了。哎呀，我这头有点疼。呀，好像发烧了，去拿温度计。毛里桑。这毛里上，我就感觉这还是怪呢，怎么就好像哪个部落的酋长？要不咱们简单点，叫毛上行不行？不都跟你说了吗？咱们平时啊就叫里上。嗯，不行，就这么叫，是不是？哎，姑奶奶，上。你怎么这么爱争啊？你说你跟家里人还怎么争啊？你大哥那孩子叫李下，你这个就非得叫李上啊？好像高人一头似的。嗯，哎，毛驴儿，哎，怎么这么晚回来啊？哎呀，姑奶奶不是跟您说了吗？他赶上台风了。对，姑奶奶，赶上台风了，八级大风，我都吐了。姑奶奶，姑奶奶，怎么了？朵朵好像发烧了，我得送她去医院。是吗？那把孩子给我吧。哎，她吃了吗？吃什么呀？没得吃啊，这朵朵也没奶啊，孩子饿得直哭。知道知道，你赶紧去吧。行。路上小心点哈。我先走了啊。哦。那大哥，我跟你去。不用了吧？啊，可怜的，哎呦，赶明给你熬米汤吃。嗯。哎呦，知道饿了，知道饿了。哦，哎呦，我操，哎呦哎呦，哦，我知道，饿了。嗯。等着啊，这就给你熬啊。姑奶奶，嗯，给我吧。干嘛呀？我喂一个也是喂，喂两个也是喂，给我吧。啊，不哭，哭了！你看这大菩萨来了，还哭。哎呦，大姑喂啊！我找大姑去。哎呦，我给你喂奶啊！哎呦呦呦呦！来了，不哭了。来来来，哎呀啊啊，来。吃奶，吃奶，来，不哭了，不哭了，吃上就不哭了，你看，哎呦，饿了吧？哎呦，瞧瞧，饿的，别想这点，哎呦，你瞧瞧，你可是吃的饱饱的，是不是？哎呀，笑的，哎呦，你笑的，叫姑奶奶，叫，呀，差辈儿的，咱们下次叫姑奶奶，哎，对。说呀，乳腺炎还发烧。哎呦，那怎么治啊？大夫说了，给孩子喂奶期间不能吃西药。嗯，那不吃药怎么能好啊？物理降温呗。现在我妈和我丈母娘正给他拿温水擦身子呢。哦，那倒是个法子。哎，你得细心点啊！啊，嗯，我告诉你啊，昨儿啊，大雅。为了你们的李下奶了，是吗？对呀，就让他这么喂下去吧，挺好的。这不合适吧，姑奶奶？那怎么不合适呢？人家大雅也有自己的孩子。可是他不是奶多吗？是不是？再说了，朵朵不还要练功跳舞吗？这不一举两得吗？你也知道大雅那脾气是母驴，你就给他点好听的，他就乐不得的了。你说呢？你不想去瞧瞧，
他正喂着呢，啊，瞧瞧去，多说几句好听的。嗯嗯，那我哄哄他啊。我们宝贝儿吃饱啦，嗯，吃的香香的，嗯。大雅，大雅，你别老站着，你坐着坐着，你是不是一直没喝水呢？喂孩子。哎呀，宝贝儿啊，这大姑要是走了呀，以后就吃不到我的奶了。走，你去哪儿啊？回天津啊？对啊，省得在你们李家不招人待见。谁不待见我妹妹？你和哥说。哥饶不了他，别说好听的啊！这人要脸，树要皮，在家受不受待见我还不知道啊。大雅呀，今后咱们改改口吧啊，没人不待见你。是，喝点水。姑奶奶还没给你待够呢。哥给你也没待够呢。你看看，再说了，你还坐月子呢，这出来进去的，小心手寒。那坐了病，那可是一辈子的事儿。你这段时间真不能坐火车，嗯，真的。对，顾奶奶，嗯，您昨儿可不是这么说的啊。我怎么说的？您让毛驴赶紧接我回天津，这不等于轰我走吗？哎呦，我这不是怨你们毛驴不来接你吗？你这不是话赶话吗？你听岔了。是顾奶奶，她不是那意思，大雅。是啊。您啊，就是看我给李夏喂奶，这留着还有用。哟，这怎么话说的？您说的也太直接了。大雅嘛，就这样嘛，直脾气，但心肠好。嗯，这可是你的亲侄儿啊啊！他妈妈没奶，你能不管吗？再说了，这也是咱李家的骨肉啊。哎，你别说，你就这么一个举动啊，可以说啊，称得上是我们李家的有功之臣，一等功臣。对。不是特等功臣，对。大雅，你是孩子的姑妈，姑妈是什么呀？那又是姑姑又是妈。别说那么好听啊，我就是一个奶妈。嗯嗯。可是这李家的骨肉，我也不能不管呢。瞧着宝贝儿在我这儿。对呀，这不就是缘分吗，大雅，是不是？啊。就算是帮了姑奶奶一个忙了，姑奶奶绝对领这个情。哥也领这个情，李夏也离不开你，是不是？这话说的还算那么回事。大宝，你还愣着干嘛呀？赶紧的，叫毛驴去，是吧？大雅想吃什么，赶紧做点什么呀，把咱们所有好吃的全端出来给他吃。行，我给我妹上河里抓个王八。和大姑在我们李家的地位形成了一个大的反转，张朵朵对李大雅退避三舍，就连姑奶奶也得让着大姑三分。渐渐的，我妈开始恢复练功，在她心中依然还有重登舞台的梦想。转眼我和毛李尚快过一岁生日，老李家也迎来了又一次重要时刻，三叔李三宝即将迎接高考。我这孩子怎么把桌子搬院子来了？三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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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睡这么死，你说呢？小雅，过来，来，干什么呀，妈？打一碗凉水来。拿凉水干什么？给三哥喷醒了。笑。
那不用了，锥刺骨，直接拿锥子扎不就行了？比我还狠。谁？你要拿锥子扎我？我。我。你干嘛把桌子搬院子了呀？啊？我在屋里搬院子容易犯困。在屋里犯困，搬出来反而趴这睡觉。这不坐了几张了吗？你说赶紧把这个桌子搬回去啊，上屋里去坐去，然后累了床上躺一会儿不就行了吗？妈，我这压力太大了，我就在这做几张卷子。是啊，你做几张卷子趴着睡觉行吗？哎呀，你们谁也别管我，我就在这睡一觉不行吗？睡一觉。我去，先别管我，睡，没人管你，笑你，不管你，走，小雅，走了，不管他。你说这熬多少个夜把人熬成这样了，这还学什么呀？还能记住什么呀？白大爷，哎呦，朵朵，哎呀，一年多没见了哈，孩子好吗？挺好的，您身体挺好的吧？好着呢。哎呀，哎呀，好了，哎呀，大爷啊，好了，明儿见。你这是谁呀？你歇产假这些日子，团里招了好多新人，哎，你看这也都是。大爷，大爷，哎，嗯，走了，大爷，哎，明儿见啊。日新月异呀，变化不小呢。行，那我先进去了，大爷。哎，赶紧进去吧。哎，赶紧包你的。哎，你们调查清楚了吗？别弄错了。科科，怎么回事？宝库怎么可能偷东西呢？再也没过去跟您打招呼。孩子怎么样？孩子也挺好的。哦，哟，你看你这一年多，你身材也没变，这保持的真好。还行吧。嗯，身材没变，但是这个功夫呢，恢复起来还是挺难的。啊，慢慢来吧。是是是。哎，我真没想到你能够回来。哎呦，我当然要回来了。舞蹈是我一生的追求，我从来都没变过。哎呀，现在的歌舞团呐，可不比从前了，这经济大潮，微市场乱，那演员们呢都出去赚大钱去了，跳什么迪斯科呀、霹雳舞啊，还那个拿着话筒啊，一边唱一边这么扭着屁股。哎呀，像这种正经玩意儿啊，已经没几个人练了。我这个团长呢，说话也没人听了。哎，瞧您说的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会一直坚持下去的，能坚持就好。儿子，儿子，哎，媳妇儿，嗯，儿子呢？啊，妈抱出去玩了。啊。你插门干嘛呀？生完孩子到现在，咱俩还一直没到一块儿过呢。今天家里没人，大白天的，你想什么呢？我还得收拾东西呢啊！你别，你先把这东西先放。你说我在你们家天天跟二宝三宝这么挤着，
仨大老爷们。别闹了啊！那要不咱回天津吧？那回天津李夏怎么办啊？我还得照顾孩子呢。那你也不能总想着照顾孩子，你多少你也照顾照顾我呀。那要不回天津也行，你让告诉我。讨厌。哎妈！哎哎哎！过了，还是尿了。姐夫，我下午还一大堆事儿呢，你没事吃什么饭啊？你有事儿中午也得吃饭，嘛不吃饭呢？行行行，那就简单点啊。哎，两碗冰条，啊，快点啊！给你来瓶啤酒吧。来什么啤酒？我下午还有好多事儿呢。你找我干嘛呀？是不是王宝库那事儿？说你，你抓人就抓人吧，大白天的还跑车间里抓人。你让我从白天等到晚上去是吗？那人跑了怎么办？宝库毕竟是我多年的兄弟，你多多少少你得给点面子。我给他留面子，他给法律留面子了吗？我们俩兄弟一场，这临了临了，落个这么个下场，这得怎么判呢？那我哪知道啊？这得法院说了算，法官说了算。不过，以我的经验，就他这事儿啊，至少得三年以上。多少？就偷点电线就判三年？你以为是光偷点电线的事儿吗？第一，他是盗窃；第二，他那是破坏国家电力设施，你懂不懂？那宝库这不完了吗？这工作也丢了，这以后怎么办呢？这话也不能这么说，每年都有放出来的，那怎么办？重新做人呗，重新融入社会。我们厂长去跟法官说说情，能不能给宝库少判两年？能。姐夫，你是聪明你是傻呀？你是不是法盲啊你？那是法律，你懂不懂？那是咱能说了算的吗？你想法律松点就松点，想紧点就紧点啊？你开什么玩笑呢你？行行，赶紧吃饭吧，赶紧吃饭。我呀，下午还有事儿呢。那你快吃吧，你快吃。有点醋。不想考了，没劲。那你做什么有劲啊？Ooh.
天气随风摇摆，光阴那天气有了色彩，因为有了你让我去爱，平淡有了你变得精彩，未来有了你不怕等待，岁月有了你有了慷慨，静静的等待。